官宣，火箭正式送走安德森，换回奈特和克里斯。火箭总经理达雷尔莫雷正式宣布完成交易，送走莱恩安德森和德安东尼梅尔顿，换来马奎斯克里斯和布兰登奈特。奈特是2011年8号秀，职业生涯场均得到 15.2 分 ,4.3 个篮板 ,3.3 次助攻。克里斯是2016年8号秀，他在太阳的两个赛季场均得到 8.5 分 ,4.8 个篮板。安德森在火箭两个赛季出战138场，场均得到 11.6 分 ,4.8 个篮板。梅尔顿是今年的46号新秀，根据 Raw 报道，为了让交易完成，莱恩安德森还降低了2019-20赛季的保障合同，2100变成1560万。